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个周二医师代的时间了、这个我相信今天这个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很纳闷，就是说怎么这个时间突然间变得这么迟到。其实呢，这个我相信这个住在大都市的这个朋友们都了解，尤其是说这个像是这个多伦多市啊，这个多人多市啊，那个车子真的是太多了，有的时候这个交通繁忙，所以呢今天这个周一时代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不过呢我们还是一定会保证呢，就是说这一次的品质绝对会更好。那首先呢，我是节目主持人 William， 还有我的 partner 这个 Weldon 啊。那我们今天呢会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所谓的一时代的一些 topic。 那之前呢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呢都看过我们这个常常在讲一些有关于这个篮球场上啊，大家这个平常这个休闲的时候呢所做就是所谈论的一些话题啊。其实今天呢我要谈到一点可能有点严肃，但是呢其实是 OK 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一世代的这些这些朋友们啊，这些年轻人们啊，即将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个毕业了以后呢，我要怎么样去创业，我要怎么样去找一份工作，怎么样去开创一个事业。其实这对于很多这个我们年轻朋友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怎么讲呢，现在在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呢，很多这种就是发觉说这个科技日新又新，这个常常呢会发觉跟不上脚步。那除非呢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专业呢会比较放心一点。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了一位这个我们一世代的一个前辈啊， Jimmy啊，居民先生呢来跟我们这个谈一谈呢。这个居民先生呢在这个多伦多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人士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伦多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餐厅，这个茶餐厅叫做这个台湾小旭。那这个就是说这一次呢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初呢也是身为一个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来到多伦多这个地方呢创业，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他怎么样去克服的。居民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吉米，各位可以叫我吉米赖。当初我在像威廉这个年纪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来到多伦多，也跟大家一样，也都走过求学这条路程，然后从这 ESL 班这样慢慢这样走过来，然后念 college， 然后因为大学那时候很难进入，所以说就退而求其次来念 college。当 college 毕业以后呢？年纪也到了差不多25、26岁了，然后女朋友也有了，然后总是该找一份这个正当的这个事情来做做嘛，然后但是突然间才觉得说，当我刚开始要找事情的时候，觉得说前途是茫然的，虽然说人生在国外，然后这个经济上是好，家里面也都会固定汇钱过来，但是总是觉得非常空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相信也泡沫红茶那时候是在刚登陆多伦多，是在96年的时候。是是是。OK， 那时候有在某一天，就是跟几位这个以前的昔日同窗好友，在某家这个珍珠奶茶店，就在一样的，每天固定在那边喝奶茶。记得有一天那天心情很不好，就他们好四个人一起出去，他三个人在聊天，我一个人就在喝珍珠奶茶。吸管呢就在里面嚼啊嚼嚼嚼嚼嚼。突然间我就想到，我说，忘了跟你讲，因为我在台湾之前，我的正科是念艺术，是对，所以说我一直没有达到这边，希望说再继续深造，但是呢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然后就也觉得非常遗憾，然后转回来这个话题说，当我在搅动珍珠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艺术把它融入到这珍珠里面，突然间的一个 idea 让我这个眼睛一下子发亮起来，然后呢，我就去试着去找这吧台的这个工作嘛。是，那很幸运就找在某间泡沫红茶店，我就找到了这个一个灵魂角色，做吧台一职嘛。然后在当然了，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创作的原动力，让我对这个珍珠奶茶更加投入更深的一份兴趣。是，所以说我就就在那一家珍珠奶茶店，不但把它的业绩往上拉，是，也同时间发展出各种不同样的不同口味的、不同色彩的这个珍珠奶茶饮品。大概先第一阶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啊，其实我相信，其实威廉，我觉得他这个他这段故事哈、让我想起一个人，对，就是我们这个Microsoft 的这个老板 Bill Gates， 因为他我记得他是在一个也在一个餐厅里面，他突然有一天他看着这个窗户，是他看了一看，
他就发明了这个 Windows。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idea 这样的故事真的就是很常发生，就是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个企业家，其实常常都是需要这个特别的一个时间，这个一个 moment， 突然间想到，就找出了这条路来。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哎，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呢，常常喜欢跑到怎么样，就是说那种啊，周末的时候啊，三朋还有大家聚到这种茶店去。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看到这个茶店里面都是这种门，就是很多人呐、啊，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挤进去，真的都很难进去。那你想想看，这个其实因为在多伦多来讲呢，怎么讲，就是晚上的这个休闲的地方真的不太多，不像说你说在亚洲地区，像台湾、香港啊，啊，我们就会说啊，没事跑去夜市去玩啊，啊，跑去这个什么风景区里面去兜，就是兜风啊，去看夜景啊。其实多伦多真的就是一到了晚上以后就变得很安静。那如果说真的想要找一些地方，你有时候你在这种，比如说自己家里面聚了太多朋友的时候，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反而太吵闹了。那所以呢，你就会需要一个地方去让人家聊聊天啊，这样子说就是说让人家可以就是休闲一下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吧台这些这个工作啊，哇，我其实觉得说这个吧台很辛苦。怎么样讲呢？因为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迎合这个客人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好比说在学校所学的，就是说学商呀、啊，都会学到一些就是所谓的啊，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呢，顾客告诉你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必须要去遵从，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生意才会好。哎，对于Jimmy您讲说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嗯，威廉算是他比较算是已经有入门的，他知道说吧台这个工作是辛苦的。其实很多人他们认为说，站吧台的这个灵魂角色，看着他甩着学科杯，哇，很神气的样子，应该是蛮不错的。其实你不知道他心酸的一面。就拿我现在的我店里面来讲，要经过我吧台的这个训练的话，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吧台到学到就是基本基础要会，基本上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让他这个基础课上完以后呢，就还要再经过我们这个学科考试。接下来是术科考试。两项考试，然后平均总分要到达90分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一关。这个吧台的这个最基本的入门那不简单呢、啊。对，所以说，然后通常他们考试时间都是4个小时的。曾经有位吧台考这一阵吧台，他讲说不用了，我2个钟头就可以了。就我八点到那边看到他以后，我12点钟到那边回店里面，他还在那边考试。哇，真的是不简单。我想知道一下，大概是考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我常跟他们讲说，训练4周里面，前一周是基础周，第二周是这个入门周，是第三周、第四周是魔鬼周。哦，然后这个，我说你们这个就跟吃甘蔗一样，这个是渐入佳境。你们现在辛苦些，将来你们就不会那么辛苦。尤其是当然尤其是吧台的工作不是说一个人做而已，同往往要跟其他的吧台一起搭配。就是说因为你的不成熟，然后你往往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这个老吧台的他的这个这所谓的这个工作默契培养。所以说呢，另外一方面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哎，这份工作得来不易，真的是很辛苦的，他能够考进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小区来。相对的 waitress 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基本这个training时数也都要到1周以上。对对对，然后也是要经过这个学科考试这样子。其实这个管理啊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 Warden 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常常有学到，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讲，因为这种商业管理啊，那种最基础的这种入门啊，都会告诉你，就是说学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育人术啊。其实育人术我发觉对我来讲，我这个求学的过程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学商的，那育人术来讲真的是很困难，尤其是你要考虑到一家这个不管是一家企业好了，甚至一家店，你要去怎么样去掌控这些这个学生，就是这些这个工作人员们，你要怎么样去掌控他，要怎么样去安排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工作。那我相信，Warden 之前也有这样的经验过吗？管理，我像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常常在讲这个运动哈，这方面，其实每一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运动都是有一个后面一定要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组织，对，我相信这管理一定是它有某方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对。那像我们 Jimmy 在这个管理上面一定是很难的，像这个台湾小区越来越多，越开越大。那我们可以请 Jimmy 来讲，大概讲一下说这管理你是怎么样慢慢来，是原本就有这个这种 idea 吗？还是说你慢慢一步一步学的？
其实每一个就拿吧台来讲，每一个上面他都有师傅，那我是比较不幸运，我上面没有师傅。因为也感谢以前的老板呢、啊，他给我这个机会，就是说无师自通哦，让我去摸索，让我去摸索，然后这样慢慢摸索，然后这个让我摸索出很多东西来。然后因为有过，我会吸取以前这个老板的这个优点，然后就把缺点给忘掉。然后第一，你要记得这个带员工要带到他们的心。那如何带到他们的心呢？凡事你就是亲力亲为。我们打个比方好了，今天个马桶不通。如果说我刚好在店里面，他们员工第一句话就叫 Jimmy， 马桶不通喽，淹水喽，这个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就会去啊。那或许某些老板可能到了店里面就是这个老板的样子，这个转个这个翘个二郎腿就变喝茶什么的，然后跟员工这个当然就要打成一片，但是不要忘了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所谓这个待人之道，以前我们所吃过的亏，因为我们也是从基层干起的嘛。是。我只会告诫自己说，我将来有一天当老板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其中的辛酸是怎么样嘛，对。其实我们这个常常有人就是说一句话，就所谓的公私分明哦。公私分明，其实这一件事情要做，讲很简单，可是真正要做出来真的是很难。怎么讲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有一些这个员工呢，可能你跟他相处得特别好，你要怎么样去管他？你如果管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如果我失掉他这个朋友怎么办？有的时候常常会顾忌到这个人情的这一面啊。刚刚有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店长，不管是这个领导人物，不一定是店长，那领导人物他有所谓的这个威严要存在。当然了，这个距离其实也不可以太多啊。像这个，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呢，这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县长呢，他跑去找这个他的下面的人，赶快去给他买两只鸭子回来。结果因为这个县长实在威严太大，他实在太强了，所以最后面呢，这个员工回来的时候，这个人员这工作人员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不报告鸭子，我买了两只县长回来。其实你有时候会发觉说，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你一个这个领导人物是他太过于这个凶狠，不是凶狠，就是说太过于这个威严了，太过严肃的时候呢，你反而下面这些人跟你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呢，他的工作的时候都战战兢兢，而且非常小心，到最后面呢，有的时候反而还会出错。因为有时候会慌嘛，这种事情其实我们这个常常以前打工的时候都有发觉过，这真的是一点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威廉，你讲这个哈，我也非常有同感。好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在我现在在教球的这个状况啊，也是有几个球员他特别可以跟我打成一片。那但是有一个我一直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当我要去管他的时候，我要来怎么管？好，那我相信 Jimmy 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Jimmy，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人，是好像我们他刚刚一直讲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那个，他不会去像一般的老板走进去翘个二郎腿，他亲自亲为，所以我觉得这很。Jimmy 这个是很需要我们来学习的。这个所谓的身先士卒啊，这我们常常这个中国人有听到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当一个将领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你应该是第一时间往前面冲第一个，因为你这样子，你还会让你的下属呢觉得知道，就是说这个所谓带人的时候呢，这个哎，我的上司都敢做了，那我应该更要做。我相信 Jimmy 有这样的同感，对不对？哎，是的。那我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在谈论这个所谓的，当然喽。这个老板不可能永远24小时监督的嘛，总是会提拔一些人出来做所谓的这个管理人才、啊。对于管理人才的选拔来讲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当每一位员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女性员工或者是男性员工也好，当他们在经过考试进来以后，基本上我就已经知道说他能不能培养成我心里面所想要的，这个人才。那然后是人才的，我当然就是我不会先跟他讲，我会就是会可能会更加的让他，也不是说加倍他的工作了、甚至现在我在公司，然后老员工都会对新进的人员讲说，反正你在公司里面就是多做事少说话，但是他后面会补一句话说，这不是说老板在虐待你们哦，你们好好去考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代表说我随时随地我都会去观察，会去看，对，察言观色，对对对对。然后你们真的有在付出，有在做的，相对的公司所给你的也是平等的，那你相对的那些这个会浑水摸鱼的，所以说我们好比说我们的对薪资来讲，有的公司是以年资来去衡量的薪资的高低，那我不一样，我是以
你工作的这个能力跟对公司的向心力，是或许一个工作五年的跟工作两年的，那、工作两年薪资就是比五年的高，对，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哦，对对对，Jimmy， 我本身还知道，就是说你现在啊、也是身为这个多伦多这个台商会的副秘书长啊、这个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啊、出外要靠朋友，靠朋友。我发觉说来到多伦多，我自己本身来到多伦多，我学到最多的这个感触就是说，很多事情这个事物啊，都是要需要这个依靠这个所谓的社团的帮助，因为你所谓的团结力量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啊、互动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身为这样子，您对于这个好比说进入这个社团，像是这个台商会来讲，好、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在我进入多伦多台商会，严格讲起来已经今年迈入第四年的时间了、那也是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吧，真的很凑巧的进了台商会、那其实在台商会里面真的让我学到很多很多是学校里面学不到，也是真的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真的里面是高手云集啊、最重要的是里面大家都非常团结，是非常团结非常团结、也会提携后进啊、好比如说威廉啊，这年轻的帅哥啊，这都我们都会去提携他们，是就是说这个是自己的子弟兵的话，我们都、都义不容辞都会去做，尽量去做这样子啊。对，没错。其实啊，刚刚有讲到这一些，就是说这个所谓靠朋友啊，这来到这边来讲呢，无怪乎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人，等于是要 handle 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相信是很多移民的这些心酸。那尤其是我相信这个啊、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朋友们呢，我也知道也有很多的这跟我同年龄的朋友们现在在所面对的，就是说这个除了毕业以外呢，还要怎么样？就是拿到身份留在这个加拿大，这真是不简单一件事情。那我发觉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常常看到这些人呢，常常会待在这边待一段时间以后，反而会有那种思乡的情绪，思乡的情绪嘛，大家都会就是怀念自己的故乡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呢，这种生意呢，真的非常非常，就是怎么样讲，可以很吸引人。像是这个啊、我们可以有时候看到说，在这边可以买到这个台湾、香港啊，甚至日本的一些零食啊，还有一些这个小东西啊，这些会让人觉得说，其实我不需要离开加拿大，我都可以享受、可以看到、可以拿到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小旭来讲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今天呢，这个我并不需要回到这个台湾，我都可以尝到一些台湾的小吃，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台湾小区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台湾的料理啊，就是这个什么东阿米糕啊这些东西，可以介绍一下吗？是不是当初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式呢？对，没错。所谓这个饮食，所谓有饮必有食嘛，就是有喝必有吃嘛，这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对。那所以说呢，虽然说我们主打是以这个饮料为主，但是呢。这个食方面也是大概占有率大概有50%，将近一半，50%左右。它早期的泡沫红茶店，它是只有这个饮料，然后你说要吃点什么东西，都是一些麦克味的东西。那可能在多伦多，我是第一家是这个做复合式的，就是说有这个师傅在现场助阵，就是现炒，然后吃什么台湾的一些这个路边摊小吃，甚至这个客家的一些这个美味这个小吃都有。那这个我想相信威廉在这个我们这个嘉年华会的时候应该有品尝过。对对对，哦，我想问一下这个 Jimmy 老板哈，那你这个你在选这些食物的时候是说，就是你自己去想说，台湾有哪些食物我应该怎么放，还是说你有去经过某一方面的市场调查呢，还是怎么样去选这些食物的？所谓你要从事每一种行业，都一定你要内行嘛。那本来我是对厨房我是一窍不通的，是，那是曾经有过给老师傅刁难过。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有一年我在开完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我就跟员工讲说，这次会议完以后我就进厨房，以后会议就由店长来开，我会消失一年。哇，然后我真正一年我就待在厨房里面跟师傅学东西。哇，对对对对，那真的是不简单。刚刚有讲到这个市场调查、其实我有这个观察到一点，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你要让这个客人进去的时候有一种所谓的宾至如归的一种感觉。像这个我有感觉到，像我有时候进这个店里，要打比方来讲说这个台湾小区来讲，有时候进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呢，我听到的是国语歌，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些比较这个上班族啊，他平常这个啊出来就是吃个饭啊，休息一下啊，哦，可以听听一下这个怀念的自己的语言的歌曲。哎，晚上就变成比较快速一点的这个所谓的摇滚音乐。好，你可以想到，因为晚上就是所谓这年轻人嘛，或者一些流行音乐，对啊，就是流行音乐啊，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来到这边，我又可以听我喜欢的音乐，哎，我又可以吃我要吃的东西，喝我要喝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嘛，因为常常真的，我觉得说我们所谓的要学以致用，我们常常在学校提到这个什么 economics 也好啊，这个 marketing 也好、啊，都有在讲到这些东西，其实真正怎么样去使用呢，反而那是最重要的啊。刚刚还有讲到一点，就是这个美食啊，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个待了这么久呢，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美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也一些可能也是这个从别的地方来，不见得从台湾来的，并不了解这个台湾的美食，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你这么问我，我只能说每一样东西都是美食啊。那不如请各位观众有空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这个 lunch special 是399。是。那我们有25道菜轮流在替换。嗯。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风评一直很不错。就是最近把它有类似怎么样的菜色？类似有港式的也有，好、嗯哦，因为毕竟香港也有嘛。嗯、然后这个台式的是占到多数了。嗯、那有一些是我自行研发的啦，但是还是冠上的菜名啦，暂、嗯、时这边就卖个关子这样子。哦，對對對那像你说的这个台湾的小吃大概有哪些？比较、你好，比如说你这个。二仔面线啊、哦、还有这个甜不辣啊，大家很通仔米糕啊、嗯、还有那个炸香肠啊，对，香肠啊，盐酥鸡啊，你都比我还清楚。没有，这些台湾小吃嘛，大家都喜欢。哎，我经肉圆啊，去的啊。对啊，肉圆啊，肉圆啊，对对对，很多因为这个师傅里面很多，这个实在一直这个叫我讲会讲不出来。哦、应该你们想到应该几乎都有，好像顶边错还没有。我有机会回台湾，我去学学看顶边错怎么弄。那个也是一道名菜。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多伦多呢，这个没什么机会到了这个台湾的话，其实也不妨呢到这些餐厅里面去试试看，因为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尝到一些就比较这个怎么样不一样另类的一些。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中国很厉害，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美食。对不对？这个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看吃这个四川菜啊，啊，我们吃这个北方的这些这个什么饺子面啊、馒头啊，这真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多伦多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多伦多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可能并不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美食一定有。你要尝什么美食，哪里都有。然后呢，其实看电视也要看我们多伦多网上电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从这个离乡背景离开这么远啊，这个有多久没有回去台湾了？好几年了。会不会想啊？刚开初期会想了，但是因为现在4年前回去过以后，发现脱节。对，这个真的很多人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然后就会跟这个跟我的亲戚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会发觉说，你这个外国人好像都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我已经被感觉之后，有的时候我是外国人那种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哈，我等。所以，虽然像这个 Jimmy 在这边做这个台湾的小吃啊， 但是他还是很我们多伦多的感觉啊。对啊，对啊，对，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当然我们在身为这个离乡背景，还是希望说多少可以跟自己的家乡呢有一些所谓的 connection， 还有一些接近的这个不会太远的这个，就是至少不会离得太远了。可是反而有的时候会发觉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我相信其实呢。以一个企业来讲，也是不停的要继续进步，不停的要继续增长，这样子才能慢慢做得更好。那这样子哈，我们还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一些展望呢？对于未来的展望，就这样。我曾经在这个商会上的一个会员专访上也写过，然后在我公司章程里面我有写过，我就。把这个我们男人的这个黄金时期分成三个时段。好，你的前十年就是你的基础期嘛。嗯哼。你第二个十年就是你冲刺期。嗯哼。第三个十年就是你的这个守成期。嗯哼。那至于说你如何去 run 呢？尤其是要相信自己眼睛，要保持这个轻微的这个视物，然后再要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然后
就为了他们，既然你改变不了这个环境，你就得去符合他。哦。为了实在的，他不断的改变，就为了他可能会去再从事其他的行业。嗯。对，那至于说将来我会从事什么，嗯，继续走我现在这个行业吗？嗯。当然了，我是希望说能够继续走这条路，所以说我一开店到现在，我一直是以企业的心态去走这条路线，所以呢，这个以目前为止，虽然说我现在这个这个分店只有外卖，有另外在开这个 take out store， 是，然后可能因为我走多元化的路线嘛，可能近期还会再开这个有点偏掉的，可能做汽车美容这个之类的这个有点相关的行业的行业，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年轻人的这些一些喜好啊。嗯，那其实呢，我相信这个今天我们讲很多这些有关于这个创业的一些心理路程啊，这些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最后呢，我们来请 Jimmy 呢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有些这个观众朋友们搞不好现在正在想说，像 Jimmy，我要做一些 Jimmy 现在是像刚 William 讲的，是我们一个前辈啊，是我们现在是已经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对对。好，从一个以前在台湾好。默默无名，到现在这么有名，在我们多伦多这边闯出自己一片天空啊！请这个 Jimmy 来跟我们，这个有没有跟年轻人这个，或者是有带要创业这些朋友们呢，来讲几句话说，说鼓励他们呢？不要这样讲，我就是说把我个人的这个过来的经验，就是与大家分享。第一，你先设定好自己的计划。有了计划以后呢，我踏出的第一步，我知道这第一步很难跨。但是你踏出这第一步以后呢，你会发现说原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然后我再送这个送各位两位两句话，这个作为座右铭哦。第一就是这个亲力亲为，凡事亲力亲为。第二呢，要抱着一步一脚印的心态来去闯你自己的事业。嗯，一步一脚印啊，这一句话真的是名言啊，很多人都喜欢讲，真的。这个我们相信，这个之前从自己你看这个中国来讲，中国我们自己大家庭这个国家来讲。从这个历史上面呢，都是一步一脚印，一点一滴。今天不管我们从我们的文化来讲，从我们的这些背景来讲，都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慢慢堆起来的。我相信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那我觉得说，也谢谢这个 Jimmy 啊，这个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我们学到一些东西，我们以后呢，真的是有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向。那今天呢，也这个非常谢谢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在这个电脑前面呢，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时刻。那我们也希望说呢，这个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再继续与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